是从贵州贵阳，我是从四川成都。嗯，然后我们先从各自的家乡飞到首都北京，北京，然后再一起到巴黎看奥运会，看巴黎奥运会。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我们的中国红一面旗帜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时候，就是非常激动，非常的沸腾，然后和感动。中国队加油！我在海外，在法国看到中国队出场，手持国旗摇旗呐喊的时候，我心中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为祖国的前途感到特别的骄傲。